关一下嘛。啊，灯关一下，灯一关一下，拜托一下，不然看不清楚简报。下一张，谢谢。先看一下这个哈，请理清、说明、检讨意见哈。那基地面积哈，上一次环评书里面是639.5452，现在低标呢又说64844.50平方，所以这个基地哈，地是不会变的，它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小。怎么会有两个呢？楼地板面积在环评的时候是一个，在这个低标工程中又是一个，所以也是不一样的啊。实设容积率环评书里面应该是300%，那下面低标呢是350啊。上次那个林局长已经讲说是要300，为什么这里还有350？啊，下一张，没有过。在低标的工程书里边的 P19， 60米开放空间设置了一个多功能广场，兼云机车救灾空间。下来，目前设置的位置周边道路狭窄。它只有8米的道路，旁边都是绿树夹荫，中间两个树都合起来了，所以那个路是很小的路。况且呢，大道路96项老树已经在2016年10月20号台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中，主席跟都发局罗科长都确认下决议原地保留通过，所以那些树都是原地保留，不能够移植的。我想那个树保那文化局的人也在这边，对不对？这是事实。下一张，哎，如果多功能广场啊设置在这个地方，云梯车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会被很多老树挡住。因此，云梯车救灾动线应该走福德街25米的道路，再转到基地中间有一个20米的直通下来的一个空间，这个才会顺畅。下一张，2016年10月20号的台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的主席和都发局罗科长已经确认到大道路96项老树要原地保留，请都发局要确实执行，不要再画这种图了。下一张，好，谢谢。好，我们谢谢云先生。那第二位，第二位是叶先生。叶春凤小姐，对不起，叶春凤女士，已经开了，直接讲话就好了。喂，好，下一张，请登按一下。根据广慈的环评书啊，本案施工阶段应该设置空气品质含 TVOC 及时监测设施，那相关资讯透过显示看板及网站呈现，供民众了解环境品质。刚才经理有讲，一个月会送一次，我们希望每天都可以看到，你要显示出来，一个月送一次，那我不知道意义何在，请都发局要确实根据环评来做这个事情。下一张，这是什么？看不见，你稍微移动一下好吗？投影片，放大，放投影片打开来。现在是最后一栋，最后一栋福德平宅拆除的时候，今天虽然是低标的统包工程，但是也要拆除嘛，对不对？所以拆除的时候，
都发局哦，要事先做好防护措施，因为我们有惨痛的经验，我们附近的居民防护的围篱啊，一定要做，可以保护平宅四周的老树能够毫发无伤，不要重蹈覆辙，像上一次五栋平宅拆除的时候，死了好多棵老树，令人伤心难过，结果都发局也没有人为此事负责。那防护围篱可以避免拆除的时候尘土飞扬，拆除的时候一定要多洒水。那防护围篱是大道路96巷的老树跟最后一栋福德平宅周围老树的救命符。下一张，最后一栋福德平宅拆除后，建筑废弃物应该要运走，重新换土，千万不可以像上次一样原地掩埋。你们可以去看原地，那里全部是原来的废弃土，已经变成丘陵地，是一个丘陵。那我希望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啦，浪费人民公帑，而且验收也通过，好奇怪。福德平宅园区靠近大道路侧，最近移进很多的老树，但是靠近福德街84巷侧却一棵也没有，建议整个园区的树木应该均匀配置。下一张，106年10月20日，台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的主席和都发局罗科长已经确认大道路96巷老树要原地保留，请都发局要确实执行。请各位民众看看你手上的那一张，那个地方大道路96巷是空白的，树都不见了。我不知道这个资料是旧的，还是说是新的，还是怎么样？刚才经理是有讲说会保留啦，那我希望是讲的是确实的。下一张 ，B 标 P30页哈，北侧剖面图的第4个，那图里面林口街80巷的景观剖面图，跟广慈环评书里面核定的剖面图不同，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当然要以环评书为准吧。难道是统包工程可以更改环评书吗？我不晓得，这个可能要说明。好 ，P30 第30页北侧的剖面图第4里面有一些小方格子，那个方格子的字又好小，也看不见，不知道那方格子是什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下一张，林州民局长曾经在以前的说明会中公开承诺，非常非常的坚定承诺，会把60公尺开放空间做成100%的公园，100%的公园。可是现在却在里面规划一个什么多功能，然后可以让那个什么救灾的那个云梯车可以停放，那不是100%的公园。请优先把福德平宅园区整理成公园，那广慈基地开始动工后，也就是说D区动工后，居民才有运动休憩的地方，这可以赶快做一个代替公园，否则居民往哪里走啊？并且很重要，我请都发局，你们能够把这个地方，不管是中间那一块公园，还是福德平台公园，请你们用公园的名义来命名。你一旦叫公园以后，它才能永久存在，否则它现在它的身份哦，它的身份是像小三一样身份不明啦，它叫做公共开放空间啦，它的主权呢，是属于这个 ABCDE 这些大楼的。可是你如果改为公园，那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所以这个公园如果你不把它改为公园啊，它真的是切身不明啊，可能是小三有一天就会被拆掉了。那我希望民众大家想清楚，是不是应该把它叫公园，中间那里叫公园，那福德平台那边也叫公园啊，不要叫什么区，那将来它很可能身份不保哦。大家有没有想清楚？
所以请都发局，你答应过我们说要给我们做百分百的公园，那你总不能不给我们名分吧？我们要一个名不为过吧？只是要一个叫某某公园，叫什么名字我无所谓，但是叫公园。你如果叫公共开放空间，那它身份是不一样的。好，报告完毕。哎，还有一张吗？下面一张。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叶女士。那我们请第三位吴先生，吴长松吴先生。开灯。喂。建议啊，我们九十六巷，大道九十六巷跟福德街那里的转弯处啊，啊安凤啊定娘娘啊这一小时啊，然后应该是必须要啊，因为我们你看看我们跟这个公司这个松山山子后面的那个庙一样哦，耳函跟那个石像哈、哦、神像。如果跟地母娘安弄好的话，刚好有盘浓缩的盘骨，这可能就很奇妙的事情哈、哦。如果说三十多年来，两岸就是说本来从仇恨呐、啊，哦，那个会非常对立的情况下，啊，一直、啊、变成交流啊，啊，或者是学习啊，这些情形啊，在我们广慈博爱园区这个。后面的这个里面那个加起来呢、啊，刚好显现出来，我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是建议啊，地母娘娘安凤的话，刚好是有几年的历史呢，刚好是确定差不多我们盘古是有七万年的历史，其中五千年文化呢是比较文明的，跟大陆五千年文化不一样、哦、所以也供大家参考一下。我建议这样，好，谢谢。好，现在刚好三位发言结束哈，我们做一个初步的问题。我现在把问题都稍微归纳一下，因为刚刚三位发言的有部分的一直是重复了哈。我们现当然，我们刚刚在场的现在的相关的同仁，包括府内文化局、环保局相关单位，当然有些是施工方面是黄昌明照，还有他的建筑师团队都有回答哈。基本上，严先生、叶女士还有吴先生，那吴先生他提到的比较属于是易经命理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可以私下请教哈、哦。这部分的确不是我们这边的专长，但是我们会请就教吴先生，那也会跟里长这边做一部分的一个沟通，来了解到我们怎么样来配合。那针对刚刚严先生跟叶女士所说的一些意见哦。包括建壁容积、楼地板面积哈、哦、这部分的法令上哈、哦，当初设计上的这些相关问题，我们等一下请我们承办科的魏科长来做一个回应哈、哦。那老树保留的部分，当然呢提到多次的那个委员会里面，包括最近的委员会的一个相关老树原地保留的相关提案。等一下，我除了当然刚一直提到我们的这个设计科的罗科长哈。哦还有我们文化局，等一下这部分你会对老树未来怎么去做一个回应哈、哦？那叶女士也特别提到TVOC 空气品质这个送审这个频率的部分，这边也请黄昌营造哈、哦，今天说真的，大家共同来监督未来黄昌营造这两年多工程期间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哈、哦？但我们就今天请他来做一个回应。那包括说公园命名有没有这问题？当然了。这部分我还是等一下请我们公园处来说一下回答，但是开放空间等，的确如同叶女士的担心是，如果没有把它给证明，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就失去了一个公园的性质，就不能给里面使用？这部分我也会请公园处。那首先我还是先请我们的工程科的魏科长先来做一个相关包括环评说明书上图说不符的部分，还有所谓建壁容积率。楼地板面积等，就先做一个初步的回应。如果没有回应清楚的话，哈，大家我们再继续做一部分的再进一步的回答。各位民众好，大家好，我是住宅工程科魏科长哈。那这个案子大概我们在从地标跟一标的评选，那一直到接下来会有 A、B、C 三个标的评选。基本上整个
整个广慈园区它是属于一中基地哈，那所以在这个内部的容积的跟建蔽率的调控，其实它整个的计算应该要符合环评的这个计算需求。好，那么等一下个案的部分，个案或者是未来还没有完成招标的 ABC， 在我们 PCM 初步规划的这个数字里头，它应该各自占有它的一个比例。那等一下这个部分我会请这个 PCM 这边，同我们的专管的这边，会就个案的部分，这是五个案子可能做统一的一个说明，会比各位只看到一个单一个案会来得更清楚。那第二个那个有关那个，我先回应一下那个公园的这件事情哦。那么我们也很感谢里长哦，大概在这个礼拜也跟我们在议会这边有做过这些协商。那当我们有非常清楚的说明，这整个基地所让出来的这些绿化的空间，在都市计划规划里头，它就是一个绿地。那所以其实会担心的是，公园两个字未来会民众可能会误解，譬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些需要维修的部分，那我想民众大概第一时间会打到公园出去，那我想这个可能就造成误解了，因为这个绿地将来维护的其实是都市发展局，这块整个基地其实都是都市发展局所有哈，那公宅的部分都是也是只租不售，所以我们要负责维护它。那么至于命名的部分呢，局长当天在议会所做的承诺，这个部分绝对会跟里民来做沟通，到底是要用哪个名词，里民会觉得比较放心或比较这个同意。那我想这个在后续我们在完成之后，这个公园或者是说是广场或者说绿地或者是任何的形式的，我想我们会在现场会可能会有一个告示牌或者一个任何形式的告示，那各位居民其实是可以放心哦，因为基地是国有的，所以它不会像建商那样子，我们依照都市计划的规定，它该是法定用地，它该是绿化，该是环评上面所绘制的绿化，任何一棵树任何一棵草，其实公部门不可能会去移动它哦，所以不会有大家担心的说将来这些地是会被挪作他用，因为都市计划里头跟环评里头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它的用途，好，所以各位可以相信政府的作为。那细部的部分，我等下是不是请这个统包团队这边做稍微做说明？各位好，我是那个 PCM 的那个杨鹏建筑师事务所这边。那我简单回答几个，一个就是那个关心的那个基地的问题，基地面积是6395是没有错，那那个统包团队错了，我们本来就会请他们再更正。那第二个，那个容积率是300没有错，这样不是350这样子。然后再解释一下，就是有一张图面上说有小框框的，都不知道什么，那它是蓄水框架，是放在地底下的，就是应付极端气候的，将来这边要有关水的那个处理的这样子，哎，说明。然后有关那个消防车的是这样，就是因为96项。现在就是保留，那保留的话，因为地标它将来有被要求那个云梯车的关系，所以云梯车要救人，它不是要云梯伸出去，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让云梯车可以过来，然后伸出它的那个柄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我们将来就是被要求要放云梯车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图面这边的说明，这样谢谢。好，各位里民大家好，我是彭昌营造，就是这次的统包商哦。那很感谢各位里民哦，这么关心哦，我们这个广慈的一个建造哦，我们是设计兼施工哦。那刚才有提到说哦，那个我们的环评里面有承诺哦，那个噪音还有空气品质哦。那我们在噪音及空气品质方面，我们会设立那个电子看板。24小时，所有的值监测的值都显示在上面，不管各位里民几点到那里，都会出现说，哎，现在的噪音值是多少？现在的空气品质，哦，它的粉尘那个是多少？24小时是那个电子透过电子看板把这个资讯，哦，来告诉各位里民。至于那个报告书，哦，因为那个
整个月的监测的结果，我们这个报告书是一个月提送一次，但是相关的资讯是24小时随时都呈现在我们的电子看板上。那、啊、如果说有值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警示、哦、有那个功能，各位可以看到说，如果哎，或者是你们认为说太吵，你们来看哎、哦，如果比较高，那立刻反映到我们工地，我们工地一定会做一个妥善的来处理，哦，来降低我们的噪音或者是粉尘量。哦，那对于施工的部分，报告到此。那各位蛮关心有关老树的部分，我们请文化局来做一下回应。文化局报告，在10月20日的树保大会上，那也很感谢杜巴局，他最后在96巷这边，他的树木他都采用原地保留，即使他不是受保护树木，他们也是采用原地保留的方式。那树保计划最后的核定版本也一定会是96巷那边的树木全部保留上。好，我们刚刚做了三人的第一轮的回应哈，请叶女士是不是？刚好。刚才的回应那个云机车多功能广场哈，是有回应，但是没有面对那个实际的问题嘛。你云梯车是要伸出去，那你是不是云梯车要走动？要不要走动？云梯车要不要走动？要伸出去，你那两排那个树，然后你怎么走，我都不知道你那个到底要怎么走。然后还有干事会议里面，还有干事提出意见，说那个多功能广场要硬铺面。那个干事的意见，那会不会被采纳我不知道，所以你们要确实去面对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提了那你就回答一下啊，回答一下你没有面对问题，你到时候你要救灾，你的云梯车怎么移动，那边80巷才8米啊，你怎么走，你再怎么走都应该从福德街25米弯进来，你们里面有20米，对不对？你走那个地方不是才是光明大道吗？你去走那个林口街80巷或者96巷，两旁边都是树，哎，对，这张图暗一点暗一点，不然看不见。所以我们如果开会是要真正开会解决问题，不是说我提问题你就回答一下，哎，灯关一下嘛，你看看，麻烦关灯，你看看那个样子，你在那里设 多功能广场，然后干事又要求你要设硬铺面，那你怎么去处理解决这块多功能广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开会要会而有结论，而不是说会而不议决，那这开会没有意义。所以刚才你有回答啦，有答没有结论嘛，那我觉得这个答是有答，那有没有结论？没有啊，你还是说哦，要伸出一个云梯啊，云梯要伸过去啊，树在那里怎么伸？叶理事跟你报告一下就好。原本的时候这边我们云梯车是这样，它在这边有云梯车，这边有云梯车，原本是这样。那因为现在这边的树保留了，所以呢，南边的这边的云梯车还是可以救。那所以呢，现在变云梯车是在这边，那它会伸出一个臂在这边。然后把三楼的这边把人家救下去是这样子，那因为这边现在这边车子不会进的图啊，你看你们今天给我们的图，你们今天给我们的资料啊，你们那个图画在哪里？你看，然后你们干事会议那个图画在哪里？我都是看你们的资料才知道。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因为刚刚讲就是说，因为上次这边树留下来的，所以我刚解释就是说，我们将来的云梯车，一个在南边这边，一个在。左边的这边，因为这边进不来。左边哪里？左边哪里？左边在路口这边，在路口这边。哦，在那里。对对对。哦，在那边哦，这样比较合理。或者你从福德街25米走20米进来。因为我们现在是 B 标，是这一栋，所以现在就是在车子停在这边才有办法救得到。哦，OK OK OK。谢谢。好，
我们今天原则上是施工说明会，当然我们也会跟各位哈详尽的说明设计，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尽量把焦点在施工过程的一些相关的居民关心的议题跟您提出，因为有些是涉及到规划设计的内部啊，包括救灾动线的布设等等等，也许我们可以私底下也再跟各位再报告，因为这些都是有答案的，不可能说做一个将来送到消防局那边审查不过。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在接着第二轮，就是第四、五、六的？